三号装车台啊，这一辆双层半挂正在装车，看看去。这小马驹啊，正在上楼梯，上到二楼，就怕这马驹掉下来，这个门关上的。现在小马驹，哎呀，掉坑里了，爬起来了啊，上。拽出来了，摔倒了啊！溧阳市场走货量也太大了，连装车台都走塌了。又摔倒了，现在把它扶起来。好了啊，二层基本上装满了，下边开始装。现在下面这一层装的也是小马驹，拿着棍子。便敢再喊，就是尾巴这一点了啊。那个怎么过来了？我给缠着了。哎呀，两只倒的。这两只啊，两只给弄倒了，这叫压着肉了。后边有点紧啊，所以说不好上去。本来这个小马啊，它就个小，然后那个车底儿有点高，这小马不好上。到最后里边有挤啊，挤不上去。你看这个车上挤还不好挤，前面不往里边走，后边挤不进去。这后边的这个那个老爱打，这后边老爱打。你看那一批他是，哎，老是踩他，你看。这个也站起来了，站起来就是没有他们俩的立足之地啊，上不去啊，这俩还得给他们腾腾地儿。前面还有拿棍子的啊，看到吗？前面走一走，前面走一走啊，后边空出地了，后边就上去了。这小马，别着急啊，一会儿就给你腾腾地儿了，喘一息了啊。哎呀，一棒子打上去了，好嘞。来们啊，成功了，这个双层啊装好了。